谁先吃？我先。来，我来用哦。我先，我要用公主睡美人皇冠的。我要吃鱼。这个上面都是盐巴，这个皮先拿掉。我想要吃鱼。好的。我想要吃盐巴鱼。好的。弟弟，你明明说要跟陈一鸣，明明说想要吃用那个公主了。好哦，这个可以了，谁要？我。盐巴放在我的耳朵的地方。你先吃没有盐巴的口味。弟弟吃吗？盐巴放在我的小耳朵那边哦。嗯。不好吃啊，你要盐巴。嗯。好，这样。很好吃，我觉得。我教你，你就是把嘴巴靠进去，然后把它挖进嘴巴，对。好吃吗？你沾到盐巴了，好吃吗？好，盐巴，拜拜。